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今天呢，我们瑞雪兆丰年，我们刚才一幅这个雪中腊梅这个图非常精彩，非常漂亮，我们大家一看都喜欢，是吧？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哎，瑞雪兆丰年。我们也预示着我们股市涨涨跌跌，阴阳轮回。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有阴阳轮回，有涨有跌，才是精彩的股市。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在这个股市里面呢，能够躲过下跌的风险，把握上涨的机会，哎，这样我们就会更加精彩。好，今天是开班典礼的日子里面，我们有重新给大家一起来回味我们王子老师发明的九阴真经。那么九阴真经和一柱一线十八法，它呢有相通之处，又有相互的补充。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书归正传啊，闲谈少叙，言归正传。在交流分享之前，我们首先是郑重声明，我们量学云讲堂九大讲师解读清华大学出版的量学经典，弘扬王子量学技术的科学精髓，运用量学技术剖析龙头牛股背后的主力思维。但是呢，我们见不见股啊？哎，我们真正的量学人，一个真正的纯粹的量学人是不需要见股的。当我们掌握了量学技术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运用量学技术剖析龙头牛股背后的主力思维，我们就可以实装跟装。所以我们世界案例不为见股，如有实盘盈亏自负啊，这个反复强调，量学人一定要有这种这个气魄。好，狼行千里吃肉，蛊化千途淘金。我们这个股市里面，要想吃肉，必须和狼的一样，运狼的精神，狼文化，我们要一定的学习，要能够有耐心，有定力，能够行千里吃肉这种精神，学习狼的行千里吃肉的精神。要不要着急啊？哎，千万不要着急做股票，天天一天不实盘，一天不参战就受不了，那么我们这样往往是吃不到肉的，反过来我们还容易被割韭菜。那么怎么样能够行千里，是不是一定就能够吃到肉？不一定，这个需要我们真正的学好量学技术。蛊化千途淘金是我学习量学技术的一个心得体会。我们学量学就是要多画图，画千图，然后这个画的千图是什么图啊？龙骨 龙头牛骨的图。当我们龙头牛骨的图画多了，哎，龙头牛骨一眼怎么样就能看出来。当集合竞价的时候，只要发现异动的股票一点，一眼看上去能够按照结合竞价去擒龙捉牛的，往往是在我们的平时的功夫里面，也就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我们台上这个盘前盘结合竞价擒龙捉牛的功夫就在我们画千图里面啊。所以这个今天呢，作为开班典礼第一天，狼行千里吃肉，蛊化千途淘金，再和大家一起共勉。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案例。这是呢我们一个学员的前期的一个学员的一只失败的案例。这是一只股票的当初这个学员跟我交流的时候这个图。就是当时我们一个学员在买了这只股票，当然他跟我讲的时候已经不是这个位置了，他跟我讲的时候是后面已经下跌了，但是呢他告诉我他是在这个位置，哎，在这个阳，大家看到没有，在最后这个阳，哎，这还是缩量金次阳过鬼门关，他在这一天买了这只股票。那他为什么
么买这只股票呢？它是什么？它是根据他的好朋友，哎，他的好朋友在某个地方听到一些消息，利好的消息，也就是说听朋友介绍这只股票有利好消息，哎，那么就买了这只股票。结果这只股票买了以后如何呢？不涨反跌。好，那么我们大家看一看，如果大家看到这只股票，哎，如果我们大家看到这只股票，我们在这一天可不可以买呢？哎，大家花几秒钟、三秒钟，快速的反应一下。如果是我们大家自己看到这只股票，在这个位置可不可以买呢？好，我们来看这只股票，从这个低点，它是30.8块，对不对？哎，是30.8块。那么到了这个高点呢，它是在60块钱这个附近。大家请看，这只股票已经涨了多少了？哎，这只股票已经涨幅是不是接近翻倍呀？从最低点到最高点，它涨幅已接近翻倍了。然后呢，关键大家看，那在接近翻倍的情况之下，它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什么呀？出现了一个倍量阴，对不对？出现一个倍量阴。那么出现一个倍量阴，哎，它有的我们大家会不会想，你这第二天不是缩2.1吗？缩量2.1不是假跌吗？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学习量学一定要融会贯通。大家看这个缩量2.1这个成交量和左侧的阳量比，大家看怎么样啊？哎，你不要看它是缩量2.1，可是这个缩量2.1之后的成交阴的成交量，它比左侧的任何一个阳量都怎么样啊？阳量都高，是不是？所以缩量2.1是不是就一定是好？哎，这一定要辩证去对待，缩量2.1不一定全是好的啊，要整体性的比较。好，那么又说呢，我们的那个队员很委屈啊，我是按照量学标准进的呀，这是缩量次阳突破鬼门关，是不是突破鬼门关？就问对对呀，好像也没有错呀，所以我们这个是突破鬼门关了，不错，但是我们这里是不是一个跳空阴啊？跳空阴相当于空方的元帅，再一个我们这个倍量阴它是不是又是高量啊？它有没有过高量顶啊？没过高量顶，所以也对对了，我们队员说的非常好。我们在研究解决问题的时候，当几个矛盾交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抓主要矛盾，要抓关键矛盾。所以在这个位置，这是不是这个极阴次阳突破鬼门关和这个高量倍量阴相比较，哪一个才是主要的矛盾啊？哎，那肯定是这个才是主要的矛盾，对吧？好，所以说我们这样一分析啊，我们大家很好，我们的队员们非常棒。哎，所以大家记住这个地方是不能买的。那么有没有的队员觉得这地方可以买呢？好，大家有没有觉得队员觉得可以买呢？我们看看这只股票后面的走势，大家请看。哎，这是我们队员那个学员买入的一天，那个极阴次阳当时的最高价是52.5块，结果随后第二天上来就是什么？上来就是一个跌停板，两个跌停板，3、4、5、6、7、8、9啊，1、2、3、4、5、6、7、8、9，看到没有？哎，我戏称它九阴真经，
记住啊，戏称它九阴真经。哎，因为我们没有学过九阴真经的，有好多人就以为九个阴，哎，九个阴，九天的下跌就叫九阴真经。那么我们这九个跌停板是不是也就是九阴真经啊？好可怕，大家说可不可怕？太可怕了，是不是太可怕了？这就是我们一个以前的一个老的学员，由于听消息，然后来买这一只股票，结果一日跌停。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无能为力呀。我说我不是主力庄家，我没有那个实力帮你把这个拉起来呀，啊，没有这个实力啊。哎，结果一路跌下来，大家看到这个最低点，这个跌停板的时候是20.35块，那么后来反弹到28.76块，最后继续下跌，以最低点跌到5.2块。大家看，这是52.5块，这个是最低价是5.2块，这个跌的惨不惨呐？非常之惨。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所分析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躲过这个下跌呢？这个下跌呢，就是讲课的时候，请尽量别再让我放行了，好不好？这个就影响整个这个效果啊！我们课后再放，请谅解一下。把这个打断思路，啊，这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躲过这个九阴啊，这个下跌呢？你看也影响了，就我这思维就受影响了啊，我这个比较笨一点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的九阴真经，哎，跌停板能卖出吗？谁买呀？谁会买呀？哎，那跌停板是大家都是主力庄家在争相卖出，你谁能够接到货呢？对吧？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这个九阴真经，哎，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躲过大跌。我们王子老师把我们量学特种兵，哎，我们量学这个大家的学员队员们，称之为也是特种兵，叫股市特种兵。那么股市特种兵，我们看过，我是那个特种兵的小庄，这个小庄就本领非常高强，反应非常灵敏。他在遇到这个风险的时候，就能够第一时间去躲过，对不对？躲过风险以后呢，躲过被敌人活捉了，他就单身一个人，就指导敌人的指挥部，那他就有机会。那么我们作为股市特种兵，王子老师教导我们，我们也要能够躲过股市下跌的风险。只有我们躲过股市下跌的风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上涨的机会，对吧？像刚才那个学员，我举这个案例。说实话，我于心不忍，因为对我们这个学员来说，他痛不痛苦呀？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回忆，是吧？我不知道这位队员后来如何，有没有吸取这个教训？但是呢，这个案例是极端的案例，能够帮助我们大家能够深刻的感受到九阴真经的重要性。能够深深的帮助我们体会到躲过下跌的重要性。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九阴真经。这个九阴真经是我们修订版最新的修订版《涨停密码》第18章，里面的内容，我把它挑出来。那么九阴真经哪九阴真经呢？它分为量、住三阴，哎，我们学习量学，老师把这个量住放在最前面，说明什么？说明量住是根，量住是魂，量住最重要。
但是呢，我们量柱最重要还要量价合一看盘。哎，那么第二个就是价柱三阴，我们辅助呢就是量线三阴，量柱三阴、价柱三阴、量线三阴合起来就是九阴真经。好，我们一起呢先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的结合案例。阴过阳，快逃亡，阴病阳，离空仓，备量阴，出干净，跳空阴，快出金，阴盖阳，以减仓。这个位置我觉得我们在实践当中阴盖阳，我觉得宜空仓，我们还是先空出来比较好啊。这个老师这个减仓呢，就有时候会出现可能会特殊情况，阴盖阳第二天可能会有涨，但是普遍性规律阴盖阳后面应该是跌，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减仓就是说可以达到空仓的程度。双阴路往外吐，好，量线三阴，我发现老师把这个量线三阴把它修订的比较明显，就是高量破快出货，老师把这个高量柱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来。那么什么叫高量破？那么就是破底线啊，科奔阳，以减仓，底线穿出来关。哎，我们做股票要有底线思维，关键的底线的平衡线不能被跌穿，一旦跌穿了我们就出来观望。好，这是文字性的，接下来我们结合案例跟大家进行分享交流。昨天我已经提前给大家布置了作业，就是请大家用九阴真经来给我们盐湖股份画一下图，哎，标出九阴真经的图谱。那么这是我后来画的九盐湖股份九阴真经的图谱啊，大家请看，我们量柱三阴讲的是阴过阳快逃亡。什么叫阴过阳快逃亡？就是当前的阴量柱，哎，我都给大家标的更清楚了啊，叫当前的阴量柱超过此前的阳量柱啊，这里就是阳量柱啊，叫阴过阳快逃亡。请看我们这一幅图，比如我们这个位置，大家看这是不是一个阴量柱啊，它是不是超过了前边的阳量柱啊，啊，这是不是阴量柱啊，是不是超过前边的阳量柱啊，哎，这都是标准的啊，阴过阳，阴过阳啊，这是标准的阴过阳。好，那么阴病阳呢，阴病阳呢，宜空仓，就是当前的阴量柱并肩此前的阳量柱啊，今天加个量更加好啊。那么我们看这幅图谱当中，请看我们这个位置的阴量柱跟前边的甲，不管它真假，这个阳量柱是不是持平啊，基本持平。我们这个地方的阴量柱是不是左侧的也是基本持平啊，我们再看这儿的阴量柱和左侧的是不是也是基本持平啊，哎，就是当这个阴量柱并肩左侧的阳量柱的时候，我们要空仓，也要空仓。好，第三个备量阴出干净啊，就是当前的阴量柱备量此前的阳柱啊，大家看我们这幅图上正好我有一个位置，大家看这一天是不是一个备量阴啊，哎，是有一个备量阴，所以备量阴要不要出干净？备量阴要出干净。那这是这幅盐湖股份的，那么大家跟我们一起总结一下这个量柱三阴，大家看我们这幅图中什么位置的出现量柱三阴我们必须要出货呀。我们刚才前面的案例，这个前面那个队员失败的案例，它是不是一个明显的高位的备量阴，
哎，记住了，高位的背两音一定要跟我，赶快给我出干净。那就我们盐湖这个股份的呢，你是在高位的出现亮柱三阴，要干什么？哎，这是不是高位？要出货。好，第二种呢，就是下降图中出现的亮柱三阴，干什么？下降图中出现的亮柱三阴，赶快，都是要么是快逃亡，要么是移空仓，要么就是出干净。所以，我们学习量学，我们现在反复强调，八大看盘法则一定要用上去。里面量价合一看盘位置定性等候确认，那么我们这个位置定性非常重要。哎，量柱三阴向高位的和下降图中的量柱三阴，大家都要以出货为主。那么，只是有那种上升图中的。哎，它出现的有时候亮柱三阴呢，它会有变态，这个呢，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表，我们后边再另外安排时间和大家进行交流。也就是说，有出现亮柱三阴之后该跌不跌啊上涨的现象，但是这种它往往要整体性的分析，还要它一般来说都是什么啊？上升途中的会不会是高位的？会不会是下降途中的？不会是下降途中的。下降途中高位的量柱三阴，大家一定要给我出货，好不好？一定要出货，哪怕其他的我们要先出来，先出来呢再辩证，啊，再辩证。假阴真阳的阴过阳，对你先。哎，你看位置也要结合位置。我刚刚在讲位置定性，这个假阴真阳的阴过阳，如果是刚刚过分上升途中的呢，哎，你就要观察了。反过来说，我们这个假阴真阳的阴过阳，我们只要是放量的，我们也要先做好出货的准备，因为我们好多放量的假阴真阳，第二天是不是跌呀？也是跌。所以这里面就要用我们的辩证去对待，只能先看跌，只要是放量的假阴真阳，你先要防跌，它该跌不跌啊，上涨的那是强装，这是另外一回事啊，这是另外我们这个量学所要解释的啊，这里面按照九阴真经，我们就按照标准来，第一时间大家先反映风险，先把风险放在前面。好，这是量柱三阴，所以说我们学了九阴真经的量柱三阴以后，回过头去看刚才那个案例，大家想一想，哎，我们回过头去看一下，大家说能不能进啊？大家看看，哎，这里面出了一个最大的九阴真经，就是高位的背两阴。对不对？你这个背量阴后面没有把它突破掉，你这只股票能不能参与啊？是绝对是不能参与的。好，希望大家把这个案例呢牢牢的记在自己的脑海里。好，这是九阴真经的量柱三阴。好，接下来让我们再看这个价柱的三阴。我这样讲大家清楚吗？这样讲大家清楚吗？所以就是说，盐湖股份按照我们九阴真经的量柱三阴，这些后面都是干什么呀？啊，按照这个九量柱的三阴，咋回事？好，大家看，是不是按照九阴真经量柱三阴，我们这些地方都应该撤退了，撤退了，撤退了，撤退了。到这地方能不能进啊？哎，我们有一个队员在这个地方进了，是不是？在这地方进了，然后这后面就是一路是撤退。好，那么这是量柱三阴，接下来我们看看价柱三阴。跳空阴快出清，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当前的阴价柱
跳空此前的阳架柱。大家注意啊，哎，什么叫跳空阴？就是当前的阴架柱跳空此前的阳架柱。好，我们来看我们这幅图上，这一天是不是阳？第二天是跳空低开，然后这个就是跳空阴，它是假阳真阴。这个呢是前面是一个阳，第二天跳空低开，这是跳空阴；这是阳，第二天跳空低开，跳空阴；这是阳，第二天，这也是啊。那么这个呢，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前面一个阳，第二天来了一个跳空阴。哎，我们有一个队员在这一天进去了，对吧？在这一天进去了，啊，然后这是跳空阴，大家看，对不对呀？这就完全就错了，是不是？完全就错了。好，这是跳空阴，哎，只要是跳空阴、快出清或者是拉拐清、拉拐清、拉拐清，哎，这个就不用没有拉拐了，直接叫跳空阴，叫快出清。好，我们看阴盖阳以减仓，就是当前的阴架柱长于此前的阳架柱啊，这就是阴盖阳以减仓。那么我们甚至建议还是空仓啊，建议还是空仓。大家看，我们在这幅图中，我们在这个位置，它量柱是阴并阳，前边是跳空阴，接着继续跳空，这是连阴跳空。那么在这一天，我们这个阴架柱干什么？它是不是把这个隔了一日这个阳架柱给它盖掉了？哎，所谓盖，阴盖阳，就是跌破它的底，哎，跌破它的实底。一般这个对中大阳跌破实底，我们叫先处于分线。啊，那么大家再请看这一天，同样的，这量柱是阴过阳，架柱呢阴盖阳，要不要出货呀？都是应该出货的位置。同样如此，以此类推，这个量柱阴并阳，架柱阴盖阳。好，这个后面其他我就不动。而我们这一天呢，大家请看，这一天也是标标准准的。这个又是跳空阴，又是什么？又是阴过阳，同时呢，这个架柱盖了这个阳，也盖了这个阳，所以这一天能不能入场啊？这一天是根本是不可以入场的，啊，所以阴盖阳以减仓。那么双阴路往外处，什么是双阴路呢？就是当前连续出现两根阴架柱，哎，就是连阴两根阴架柱。好，我们请看我们的这幅图当中的案例。我们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先来了一个跳空阴，第二天又来一个阴，这是什么呀？哎，这就是双阴路。好，我们再看这个位置，这个虽然是假阳真阴，假阴真阳，虽然是假阴真阳，但是我们在实战的过程中先当阴看，战略上假阴真阳，战术上我们先当阴看，这是一个阴，接下来一个是什么？又来一个阴，所以这里它也属于双阴路的范畴。啊，双阴路往外吐，哎，就是当我们连续出现两个阴的时候，大家想象一般好不好呀？它往往就不好，对不对？好，那么有的队员是不是有怀疑了？你这个地方也双阴啊，这个地方双阴，这个什么双阴洗盘跟双阴路怎么区别呀？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大家注意，一定要结合位置定性，好吧？也结合位置定性，凡是在下降途中的和高位的出现这种架柱三阴，我们都要先出来观望，防跌，对不对？防跌。只有那种上升途中的
见地回声上升途中的，哎，有些地方它的双音才是一个，就是洗盘，是双音洗盘啊，所以位置定性啊，位置定性。好，这是架住的三音啊，架住三音啊。我讲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还最好不要提问啊，你有问题的课后再来讲啊，不然的话这整个就课程就会显得很拖沓，很时间很长。好，这是架住的三音，而且有些问题你们可以在群里面解决的啊。亮柱亮线三音，亮线三音，这是老师提的非常好，是把高亮柱提到了一个高度，高亮破快出货。那么我们这个高亮破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今日的阴架柱跌破最近的高亮柱底线。高亮柱的底线是什么？高亮柱的底线就是高亮底，高亮底有实底有虚底，就是先实后虚。所以我们这里的高亮破快出货指的是什么情况？哎，指的是跌破高亮底啊，高亮破有灾祸，高亮破快出货。那这是强调这个高亮柱的重要性。那么这里需要给大家补充说明什么？哎，高亮顶底是关键。如果我们是一只股票在高亮顶上下跌，哎，从高亮顶上方往下跌，需不需要等它跌破高亮底再出货呀？哎，那高亮底出货那是最后。九阴真经，这个老师给我们编的九阴真经是告诉我们，出现这种九种情况以后我们要必须出货了。但是并不是说大家都要等到这个九阴真经出现的时候才出货。我这样讲大家能明白吗？哎，我这样讲得清楚吗？也就是老师的九阴真经是给我们保命的底线，出现这个九阴真经我们必须出货。但是我们实战当中呢，我们就不一定要等到九阴真经出现才出货，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提前。比如说对于这个高亮柱的问题，哎，我们如果是一个高亮柱出现以后突破了再回调，跌破高亮顶要不要先出来啊？哎，我们跌破高亮顶就要先出来，对不对？跌破高亮顶逃命最要紧。那么后面我们在观察它的高亮底部破不破，如果高亮底不破我们再把它捡回来，如果高亮底破了那我们就彻底跟它拜拜了，好不好？哎，这是高亮破快出货。这是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大家请看我这些红色的 ABCDEFG 啊，还加上这个 HRJ，这些都是高亮柱。那么这里有一点必须要反复给大家强调的，是龙头密探以前经常会犯错的，为这个经验教训要给大家反复强调，这个高亮柱是不是一定要最高的最明显的才叫高亮柱啊？高亮柱不是最高的最明显的才叫高亮柱，哎，它只要是在阶段里面，哎，只要一个小阶段小波段里面，它是比较高最高的那个亮柱就是高亮柱。比如说我们这根亮柱是高亮柱那是没有问题的，它是白日高亮柱。我们呢这个呢也是高亮柱，大家看这个还是高亮柱。那么我们这个小不小啊？这个很小，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小周期里面它还是高亮柱，这是高亮柱。这个呢看它不起眼它还是高亮柱，这个是不起眼是高亮柱，我们这个背量阴当然是高亮柱。那么我们最后这一根大家请看，在这个连续四天当中，五天六天甚至在这个六天当中，除了这一根之后，它是目前来说是不是最高亮柱啊？目前来说它也是最高亮柱。好，那我们大家看到了就来看一看了，我们这个先看这个高位的这根高亮柱，后面这个既是跌破
阳叫什么阴盖阳，同时又什么跌破高量底，是不是跌破高量底啊？那么跌破高量底，大家后面要能不能不过高量底，能不能进去啊？不能进去的。好，我们再看这一个，这个是不是一个高量柱啊？这个高量柱后面不过高量顶，没有有效突破高量顶，能不能进去啊？先实后虚，虚的话这个高量顶还在这儿呢，你后面就没有突破这个高量顶，能不能参与吧？不能参与，不仅不能参与，要赶快出逃。好，我们再看这个，这是不是高量柱？高量柱第二天有没有过高量顶啊？不过高量顶，逃命最要紧。然后跌破高量底呢？后边是不是跌破高量底啊？你又是，哎，高量铺快出货。好，到了这一天，大家到了这个位置以后，我们这个是不是高量了？最近的高量。好，还有，那么到了这个位置，大家注意了。我们在这个位置，它是干什么？它左侧的白日高量顶都被跌破之跌破了，也就我们前边已经把这个白日高量顶的实顶给跌破了，而我们这一天上涨有没有过白日高量顶啊？有没有突破高量顶？能不能进去啊？不能进去。是不是不能进去啊？然后这天下跌，下跌，结果我们这个阴把我们左侧的白日高量底也给跌破了。那么你在这天有什么理由来进它呢？有什么理由来在这天进啊？好，如果我们在这天进了，这天进去了怎么办？我们这天进去怎么办？是不是第二天赶快要跟我出货啊？因为它本身就跌破战略底，战略的高量底，然后本身它又是短期的一个小高量阴，对不对？所以第二天你跳空阴拉拐，给我赶快清啊！能不能抱着股票给它跌呀？哎，跌破高量底，灾祸等着你。这个可要命的，所以我们老师这里就是我们老师的高量货，快出货，这是保命线。这个地方不出货，问题就严重了，问题就严重了。这是跌破白日高量底，后面这个高量底继续跌破，对不对？然后这个高量柱后面有没有站上去？没有站，继续跌。好，我们起来了。这根大家看，这天上涨的时候为什么下来？它是不是没有过左侧的高量顶啊？没有过。到了这个地方，为什么下来啊？它是不是没有不过左侧这个高量顶啊？还是没有过这高量顶，对不对？不过高量顶，而且这一天开盘价，大家注意了，这一天为什么下来？盘中上涨，最后下来，因为它左侧的白日高量柱的虚底怎么样啊？我们老师讲了嘛，先实后虚，你这个把这个实底给跌破了，已经是风险很大了。你再把这虚底给跌破了，是不是同样的？哎，所以这个地方它上攻虚底不过，这个地方已经是跌破虚底，是加速下跌。这个地方过不去，再下来是不是又出现加速下跌？对吧？这个又是高量，高量后面的底有没有站稳啊？高量底是没有站稳，第二天小次阳没过二一位，没有科半阳，科半阴，然后下跌下跌下跌，照这一天最高点在高量底之下，所以是不是继续下跌？所以到目前为止，这只股票应该什么？是不是继续空仓啊？应该是继续空仓观望。你这个现在是小高量，你只要这个高量不被站稳了，我们继续观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就是下降趋势。既然是下降趋势，我们如何应对？我们要等它刹车换挡，对不对？没有出现刹车换挡之前，我们要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至少要出现小级别的刹车换挡，对吧？那么如果出现中级别的呢，更好，对吧？一般它不会大级别就比较难了。这只庄家是套牢牢套着的，我们跟好它，对不对？哎，我们要跟好它。
好，这是高亮破，我这样讲大家清楚吧？哎，高亮破它太重要了。第二个呢是科半阳以减仓，科半阳大家想象是什么？就是今日的阴价柱，跌穿最近的阳价柱中线，破线即走，哎，破线即走。那这是什么？大家想想这是什么呀？是不是跌破鬼阳关道啊？好，我们看看我们这些位置，哎，我们这些位置非，所以啊，这九阴真经都集合，这个案例太经典了，全部集中在一起。我们在这一天的高位，是不是有一个中大阳？这个中大阳第二天是跳空阴，跳空阴最终是不是跌破？是不是科半阳啊？最终把这科半阳，把这二一位阳架柱的中线二一位给跌破了。好，再看这一天是不是又是跳空阴，又是科半阳？哎，阴架柱把这个阳架柱的中线给跌破了，跌穿了。再看这一天，跳空低开，又是在这个阳架柱的二一位中线之下，对吧？我们这一天呢，大家看，也是这个阴架柱已经跌破阳架柱的中线，是不是都应该出货呀？哎，出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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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全部按照这个标准，全部应该是出货的，对吧？九阴真经秘籍，哎，这是科半阳已减仓，没问题吧？哎，科半阳已减仓，啊，那么最终一旦跌破下限呢，就是我们上面的架柱三阴盖阳，这个所以说阴盖阳，我觉得宜空仓比较好一些。好，量线三阴的第三点。底线穿出来关，哎，我觉得老师这一次九阴真经修订的非常好。我们做股票啊，要有底线思维。我们大家都吃过好多亏，刚刚出来了，被它跳空阴一个下跌给它跌出来了，结果第二天干什么？不是第二天，接着一画就拉起来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要有底线思维。那个这个底线是什么呀？哎，我们底线穿出来关，那么这里的底线，我们老师给我们讲的主要是什么？奥底，奥底是什么？就是股底线，对不对？当我们股底线被跌穿了，哎，是不是意味着就要挖坑啊？哎，就一个一个坑的下挖。大家看，我们这个奥底线，比如说我们这只股票从这高位下来。我们高位下来，这里面是不是一个调整反弹，一个调整反弹，是不是形成一个一个小的谷底？那么我们可以取它的一个真底，啊，像这种呢，我们可以取真底；比较明显的呢，我们取大的。比如在这些位置，我们可以取这个阴的收盘价真底作为谷底。大家看，这个谷底一旦被跌破了，是不是就向下挖坑？我这里给大家画一下。这是一个坑，这是一个坑，好，在这个谷底里面，真底是不是它呀？这个真底一被跌穿了，又是往下挖坑。好，挖了这个坑，大家看，这个坑的真底是什么地方啊？是不是这个真底呀？又被跌穿了。好，我再往下，这是不是真底呀？这是不是谷底呀？奥底呀？又被这样跌穿了。大家看到没有？哎，像这种下降途中的这种小级别的这个谷底的话，我们就称它就也是奥底线。那么这种奥底线跌穿了，就预示着它挖坑挖坑，不停的下往下走。我们一定要先出来，跌破真底就要出来。好，那么另外呢，大家看，我们在这个左侧，这个就是比较大级别的，这个像这种啊。谷底、奥底、谷底的话，我们是不是找关键啊？就涉及到我们谷底线的取点。一般来说，自然取点就取最低点。第二个呢，我们取真底。第三个再抓关键。比如说这个位置，给我取的话，我们大家取什么做谷底线呢？在这个谷底的话，奥底、谷底的话，取什么做谷底线啊？哎，给我取的话，我就应该取着什么？大家给我互动一下。在这个谷底取谷底线的话，取什么比较好？
自然曲点，一个是最低点，一个是真底，第三种就是抓关键，对，就是这个高量虚底，对不对？所以你的这个高量虚底国底线是不是跌破了？你这一跌破了，后面是不是就一旦上不去就继续下跌？抓主要矛盾，对吧？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再看下面，下面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国底？啊，这个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国底？那么我们有几种取法，第一个取这个最低点，看到吗？取这个最低点，这个最低点是不是跌破了？这个最低点也跌破了，这是不是小小的加速下跌？好，第二种呢，我们取这个真底，哎，看到没有？真底，这个真底，大家看，在这天遭到支撑，在这个没有过这个真底国底线。哎，我们最后一天是不是没有过这个真底国底线呢？哎，所以说它也是下跌啊，一个取虚最低点，然后取或者再取真底啊，这几种取法。大家实战中呢，我们根据不同主力庄家他的操盘性格、他的个性来取点画线啊，涉及到量线的取点画线的问题。好，这是国底线，那么另外一个大家就比较清楚了，黄金线。对不对？哎，黄金线，黄金线，比如说我们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按照黄金线取底画线，我们是不是可以取第三日的最低点？一二三，这一条是标准的黄金线。好，然后我们这一天没有有效跌破黄金线，第二天上涨，但是我们这一天的时候，是不是跌破黄金线呢？哎，这个地方就跌破黄金线了。好，这是一个。所以跌破黄金线是底线出来，也要出来，黄金线被跌破了。好，然后后面我们老师讲到还有个什么基柱的底线，哎，基柱的底线，什么叫基柱的底线？我的理解，比如说我们这个本身它是不是王牌柱？它王牌柱，它按照标准化黄金线在这儿，但是它的底线是什么？基柱的底线是什么？哎，就是它的实底或者虚底。先实后虚，你一旦把这个基柱的实底给跌穿了，啊，好不好？哎，你赶快都要先出来，这是一个。另外，我在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个什么呢？哎，我们大阴大阳找穴位，高量顶底是关键，背量王牌是攻防，对吧？二龙交叉来定位，这个还有个背量柱。大家看到没有？我们背量柱的底线是什么？因为我们背量柱是实力与雄心的温度计，是我是主力我来了的标志。你这个背量柱的实底是不是重要的底线呀？哎，背量柱的实底是重要的底线，所以背量柱的对应架柱的实底能不能跌穿？也是不能跌穿的。所以跌穿就得出，这样讲大家明白没有？这样讲大家说明白？这就是我们哎有名的九阴真经，底线穿出来关。那么底线思维啊，底线思维啊，我们新队员你不要着急，你黄金线还不会画，哎，这是最基本功。我今天不能再教画黄金线了啊，你要去补课。啊，另外的再补课，好，这就是底线穿出来关，这是九阴真经。大家一看，我们为什么拿盐湖股份来画九阴真经？不论是量柱三阴，还是价柱三阴，还是量线三阴，我们这只股票从高位下跌以来，有没有好的机会呀？有没有好的机会啊？就根本没有好的机会，是不是？就完全应该是空仓呀！只有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级别的反弹点、参与点，但是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我们说的什么？是一有没有成二了？没有出现标准的二，没有出现高质量的二，还是一个坑，对不对？还是坑。要说奥的话，是非常小级别的奥，不是高手是不参与的。好，这是九阴真经啊，图谱。那么接下来呢，
今天还要给大家讲什么呢？接下来就给大家讲讲我们的一注一线十八法。哎，我上一期没有讲九阴真经，因为九阴真经前边我已经讲了多少期，我想我们大家绝大部分清楚。另外呢，一注一线十八法基本上把九阴真经的内容涵盖了，所以我今天再把我们一注一线十八法用同样的案例再给大家一起看一下他们之间如何的怎么样啊，互相补充，帮助我们更好的把握进退的标准。因为九阴真经更多的是就是帮助我们，刚才讲过了，一定要躲过风险啊，就是保命线。这个九阴真经出现了，我们必须分批的出逃，甚至是直接的出逃。哎，不要，九阴真经出现了你还不出来，那我们就吃大亏的。啊，一注一线十八法我们就是有退有进。这里面我也给总结的是九大拐点。我们来到时候对比一下啊，先来看分顶线、谷底线、高亮底、大阴顶、大阳底、黄金线、鬼门关、阳关道。好，我们回顾一下刚才讲的九阴真经，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两条大家注意一下，是不是分顶线没有讲到？哎，我们分顶线九阴真经里面没有去讲到。那么但是谷底线有没有讲啊？谷底线我们已经讲到了，对不对？所以九阴里面的谷底线已经重叠了，它是底线，是吧？底线穿出来关，这个谷底是不能破的。那么所以这个分顶大家是不是可以补充啊？哎，我们这个分顶线你过不去的话也要出货啊，这个也要出货。好，这是两个。我们再看这个高亮顶和底有没有讲了？哎，这个高亮底，所以我们的亮线三阴第一条就是高亮破快出货，所以这个对应了。哎，跌破高亮底，灾祸等着你。好，我们再看这两条，不过大阴顶跌破大阳底，九阴真经里面有没有啊？九阴真经里面有了。不过大阴顶是什么？哎，不过大阴顶是这不是阴盖阳吗？那么也就是没有出现阳盖阴。好，跌破大阳底是什么呢？跌破大阳底就是我们九阴真经的架住三阴的阴盖阳，是不是阴盖阳一减仓？那么我们这里是跌破大阳底，灾祸盯着你，那要先出来。好，跌破第这条黄金线呢，我们刚才想了，就是我们老师讲的底线穿的亮线三阴里面的底线穿，就是有跌破黄金线，跌破黄金线把票丢一边，柴文黄金线起跳在眼前。好，再接下来不顾鬼门关，这个我们就跟九阴真经是这是没有的，是不是？九阴真经没有，就是不顾鬼门关没有。但是下面一条呢，下面一个跌破阳关道是什么？跌破阳关道是不是我们亮线三阴的克半阳啊？哎，就是我们亮线三阴的克半阳，对吧？哎，克半阳以减仓，对吧？哎，就是跌破阳关道。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啊，大家注意对比一下，也就是九阴真经里面啊，我们看一下亮柱三阴没有啊，我们一注一线十八法这里面把亮柱三阴大家要补充进去，哎，作为朝顶的啊，亮柱三阴没有。然后呢架柱三阴里面呢，那么架柱三阴里面就是阴盖阳，对吧？阴盖阳有了，但是呢跳空阴和双阴路没有，对吧？跳空阴和双阴路没有。但是亮线三阴高亮破科半阳底线穿全部在我们一注一线十八法这里面全部涵盖了。好，全部涵盖了。好，这个跟大家有一个对比性的。好，
那么我们到时候再看看怎么整好啊，避免大家学习内容太多。我今天根据大家的建议，我们把量柱九阴真经啊，我们这个把九阴真经相对的编了九阳真经，然后我们请我们老师这个指导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里面整合一下。当然也就是我们一住一信十八法，这里面九阴真经也有没有的，是吧？没有的，所以我们看怎么把它整合一下。好，这是一住一信十八法。那么大家接下来我们再看，如果我们把一住一信十八法用好了，能不能解决问题？哎，除了量柱三以外，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啊，大家先看盐湖古风，同样的是，不过分顶线。大家注意这个分，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呢，这个分顶线可以包含两层的含义，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傲尖峰的分顶线，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左峰，哎，我们真假高大王背峰，是吧？我们量线的七大穴位，真假高大王背峰，我上两天已经跟大家补课了，所以这里的分可以两个，一个是傲尖峰，一个是分顶线。啊，一个是分顶线的分，大家看我们这个盐湖古分，盐湖古分，我们这个大家看这个高亮分，可不可以作为分顶线啊？我们这白日高亮的分的虚顶，它可以当成分顶线。那么后面都没有过去有效突破，要不要出货呀？不过分顶线有票速变现，是不是有票速变现？好，我们到了后面，大家看我刚才说了，我们后面我们从 B 柱开始，这是不是左峰啊？它也是可以，它是最高峰，也可以当成分顶线。那么我们后面是不是都没有过这个分顶线呀？不过分顶线有票速变现。好，我们再往后边来了，我们后面的每次上涨有没有过左侧的分顶？后面的上涨有没有过左侧的最近的最高价？后面的上涨有没有过左侧的最高价？后面的上涨有没有过最近的高价？哎，就是我们的左分，就是就近对比最近的左侧的最高价柱，对不对？是不是最高价柱都没有过？我们这边上涨没有过峰，这边上涨没有过峰，在这后面上涨有没有过峰啊？这边上涨不仅没有过这个最近的峰，它还没有过白日高亮顶这个峰，是不是没有过白日高亮顶这个峰？都是应该出货的，是不是都是应该出货？所以不过分顶线有票速变现，我们只有柴纹分顶线的时候腾飞在眼前。好，这个我们另外的案例当中再去讲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啊，这也可以，这个案例也可以，柴纹分顶线腾飞在眼前，我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是这一波行情我带大家研究的，在这个位置我是不是带大家研究的？为什么它是不是一个傲两个傲？这是不是小小的傲尖分呢？这就是小小的傲尖分的分顶线。那么在这个分顶线呢，离这个白日高亮顶又接近，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取这条作为分顶线。那么我们这一天是不是突破分顶线？这个用词大家根据行情的发展可以适当的调整啊，不要机械的学习。什么意思？这个柴纹分顶线用词是柴纹，指的它是从往上往下的柴纹啊。那么但是我们这一天是属于什么？我们这一天属于突破分顶线。哎，我们突破分顶线怎么样？腾飞也是在眼前。那么如果是要回踩的话，它应该有什么回踩呀？它的盘中量波应不应该有回踩啊？哎，一般来说它盘中量波突破那个高量分顶的时候，它有一个盘中的回踩，量波的回踩。所以这里用柴稳呢是一个词，比较更准确一些。所以大家要融会贯通哈。哎，可以当着突破盘中回踩分顶线，腾飞在眼前。
好，这是分顶线，这样讲大家清楚了吗？第二个，跌破国底线，股票必换钱，这个我们都讲过了，是不是啊？哎，我们这是典型的国底线，我们这是典型的国底线，对吧？你都跌破了，我们小级别的真底国底跌破了，真底国底跌破了，干什么呀？哎，就是真底国底跌破，真底国底跌破了，它就是一路挖坑，一路下跌。所以跌破国底线，我们一定要先出来，有票必换钱。这句话也是老师帮我改的，哎，这句话是老师帮我改，谢谢老师。哎，跌破国底线，有票必换钱，啊，那么下面大家就简单了，是吧？不过高量顶，逃命最要紧，突破高量顶，确认要跟进。哎，我们这里就是突破高量顶，确认要跟进。但是呢，一旦后面，哎，后面我们这个就近对比，它是高量，对不对？这个高量出来以后，后面都是不顾高量顶，然后我们小的出来以后不顾高量顶，后面每一个高量顶过不去，每到这边这一天的时候，我们是不顾白日高量顶。我当时跟大家分析交流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析交流的时候，什么样是伏击点呢？我当时给大家讲的伏击点是指要这一天要上涨，要突破这个白日高量顶，大家是记不记得？标准是不是现在清不清楚？要坑道拐向上拐，要突破这个白日高量顶，那个时候就是什么样啊？这个才是我们伏击的机会。现在是反的，你是跳空阴，在高量顶之下是不过高量顶，那是逃命最要紧。清不清楚啊？这样讲清不楚，清不清楚啊？哎，这是不过高量顶，是逃命最要紧。突破高量顶，确认要跟进，你这一天是跳空高开才可以进。哎，可是我们有的队员，个别队员竟然是跳空阴，他还就进，对吧？然后又还说是我听了我的课以后进的，那他标准是不是清楚啊？他标准就一点都不清楚了，是不是啊？第二点，然后跌破高量底，在后等着你，这就太多了，是不是啊？哎，我们这高量底就跌破了，哎，一旦跌破高量底，那就是在后等着你。那么不破高量底可能有惊喜，是不是？不破高量底可能有惊喜。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带领大家开始研究啊？哎，我在这地方带领大家研究，就是因为先实后虚。我们这个高量柱的实底是破了，但是我们有一波上涨，然后虚底有没有破呀？虚底没有破，先实后虚。然后在这个位置底部在抬升谷底，这个是不是有谷底？大家注意呢，这里就存在谷底了。这是不是第一个小谷底呀？哎，这是一个谷底，它是我们可以取真底作为谷底，哎，取真底作为谷底。好，到了这一天，是不是来一个假阳真阴？收盘价是不是真底呀？这个收盘价真底在这，那么真底在这，但是比它真底是不是抬高了？一个谷底，两个谷，谷底抬高，真底抬高，然后二奥的一阳。二阳是不是都是我们的伏击机会？三阳要登峰，一阳跟二阳增，三阳要登峰，然后这边不过我们就出货。但是思路清不清晰？进退标准是不是很严格？哎，进退标准就非常的严格，对吧？所以这里面大家注意，同时这里面是不是为什么到这边涨停啊？这边涨停的早这个位置是不是回踩这个白日高量底啊？所以要不破高量底，可能有惊喜。对牛股的话，我们就给涨停板。我这样讲清楚吧？啊，这就是，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不过大阴顶，啊，先出最要紧，突破大阴顶，确认可跟进。哎，大家看我们这个下跌途中，是不是出现好多大阴啊？这个大阴有没有过去呀？没有过。是不是下跌？这个大阴有没有过去啊？没有过，下跌。这个大阴顶有没有过？没过，下跌。没过，下跌。大家看到没有？大阴顶没过，下跌。
是不是非常清楚？大阴顶没有过下跌，大阴顶没过下跌，这地方小小反弹之后，那这个大阴不要顶了，顶还高高在上了，看到没有？不过大阴顶先说这妖精，等到突破大阴顶扭转趋势了，我们才能跟进，是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你这个大阴顶是不是哎，一阳二阳突破大阴顶，是不是怎么样？哎，确认可跟进，一日突破，两日突破大阴顶，是不是我们确认可跟进？所以叫融会贯通，啊，这是不过大阴九阴真经，跌破大阳底，灾祸盯着你，看到吗？不破大阳底，确认有惊喜。大家，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大阳底的问题，我们家是不是有大阳底呀？哎，我当时在这里带领大家研究，除了这个高量底，除了国底、真底、抬高，我还看中这还有个涨停板大阳底在这支撑着呢。是不是这个大阳底这不破了？然后一旦这道阳盛确认了，金次阳确认了，有这个大阳的支撑，所以有惊喜给我们来了这一波，看到吗？我带大家研究的票。但是，一旦把这个大阳底给跌破了，哎，这就是阴盖阳，我们这些阳底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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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是不是阳底破？阳底破了，啊，到这个地方把我们这个阳底也给破了，大家看，把我们这个阳底也给破了，把我们这个白日高量大阳底也破了，把我们这个阳底也破了，看到没有？跌破大阳底，灾祸是不是盯着你呀、啊？哎，你要赶快掉，这就是标准，搞清楚了。好，接下来黄金线我们就简单了啊，跌破黄金线把票丢一边，柴纹黄金线起跳在眼前，对吧？哎，我们跌破黄金线，我们刚才讲过了，这地方是不是黄金线？哎，你这黄金线也跌破的就不好了，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大家说，这是不是王牌柱？哎，这是王牌柱，这个王牌柱是个黄金线，不是可以画在这儿？有没有柴纹黄金线？柴纹黄金线起跳在眼前，对吧？还起跳在眼前，哎，我们就是把王牌柱找出来，画好黄金线。而我们在这个下降途中，大家发现没有？在这个下降途中有没有形成王牌呀？它根本就没有形成王牌，没有形成王牌，没有形成王牌，是不是没有形成王牌？没有形成王牌，你还做什么票？对不对？你还做什么票？那就一路下跌。所以说我让大家研究，我们是要按照量学的标准来研究。没有出现量学的标准、伏击的标准，能不能出手啊？是不可以出手的，好吧？黄金线问题啊，不会画的不着急啊，你们再继续学习那个根基群里面。不过鬼门关还要向下穿，突破鬼门关确认可参战。哎，这里面就也是多了，是不是啊？不过鬼门关还要向下穿，这里面太多了，这里面像这个下降途中，就是说因鬼门关过不去的，大家看它就要下跌，对吧？然后呢，这个因这边上不去的还要往下窜，这个鬼门关大家看，哎，只要是关键的鬼门关过不去的，还要向下窜。啊，然后这后面过一下，但是这个鬼门关没有过的，还是往下穿，大家是不是很多呀？哎，随便找找，只要一个阴架住，它鬼门关过不去的，后面就还要往下穿，哎，还有这个穿就是要杀跌，突破鬼门关确认可参战，我们在这一天突破鬼门关，对不对？哎，不守住高量底，突破鬼门关拐点，这些涨停，我们这个是鬼门关，对不对？这个鬼门关突破呢？确认一日突破，两日确认，三日确认，出现大涨，大家体会一下，对吧？体会一下。那么突破鬼门关，但是这个一定要位置定性。再给大家强调，我们的量学开机一定要结合起来。我们这个地方突破鬼门关有没有意义呀？这个地方突破鬼门关，你很这个机会很不好把控。哎，我们是不着急的，是吧？下降途中的坑里面的突破鬼门关，要不要着急？不着急，我们要选择二奥里面的二奥的有坑转奥见底回升上升途中的突破鬼门关，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好不好？我们这里所有九阴真经也好，一注一现十八法也好，大家一定要记住位置。哎，下降途中的，哎，我们就是啊，慎用，见高位的下降途中的，我们叫谨慎。哎，出现九阴真经，赶快逃；出现脉弱信号呢，那还要保持观望。但是那对不对？上升途中的呢，或者见底回升的呢？哎，出现九阴真经，我们先出来，但是要好好仔细去研究，辩证的研究，会不会反常，对不对？会不会反常出现？但是啊，我们下降途见底回升上升途中的这个出现伏击机会呢？哎，我们就要适时的跟上，啊，根据就综合的研究，啊，最后一个就是跌破阳关道，有票赶快跑，守住阳关道，抱着股票笑。大家这个跌破阳关道就是我们的科班阳，对不对？哎，跌破阳关道，跌破阳关道，跌破阳关道，这么多啊，随意的到处都是跌破阳关道，哎，跌破阳关道，有票赶快跑，是吧？守住阳关道，抱着股票笑。哎，当我们上涨的时候，哎，你比如说这边小级别的阳关道守住上涨，阳关道守住上涨，阳关道守住上涨。对不对？这个阳关道后面没有有效跌破上涨，但是对吧？哎，就守住阳关道，抱着股票笑，守住阳关道，抱着股票笑。我们到这边见底回升一样，阳关道守住，阳关道守住就上涨。这个不仅守住阳关道，还守住大阳顶了，那就更强，对吧？所以这里面是不是非常精彩啊？跌破阳关道，有票赶快跑；守住阳关道，有抱着股票笑。所以这个九阴真经和一注一现十八法。它可以有机的融合，互相补充，把九阴真经和一注一现十八法结合起来，我们进退就更加有据，标准清清楚楚，我们就可以在躲过风险的基础之上，去享受上涨的良机。好，前面我讲这些内容，大家清不清楚？我讲的清不清楚？啊，讲的清不清楚？啊，给我互动一下。啊，清楚的给我回复一下气，啊，清楚的回复一下气，啊，如果是学最基本的知识点不懂的，我们在后面再辅导啊，大家再慢慢的学。好，接下来我们再花点时间，再给大家看一看动态平衡六经诀。我们这个九阴真经啊也好，一注一现十八法也好，它呢和我们在平时做股票的时候。怎么去抓关键？哎，我后来把我们的三线，怎么样？三线六经诀给大家这个改成动态平衡六经诀，什么意思？就是要好好体会一下，我们这些九阴真经和一注一现十八法里面都是什么？都是抓关键，哎，都是抓矛盾的抓主要矛盾，哎，抓主要矛盾。怎么样抓主要矛盾？大阴大阳找穴位，对吧？哎，抓大阴大阳找穴位，就是大阴，所以找它的顶和鬼门关，而大阳找它的底支撑和阳关道，高亮顶底是关键。是不是？哎，高亮顶底是关键，这高亮顶和底，好不好？哎，是非常关键的。然后背亮王牌是攻防，背亮柱对应架柱的底线，重不重要？非常重要。王牌柱身上的黄金线重不重要？很重要。所以前边三句话，大家回过头去看看，我们九阴真经和一注一现十八法，哎，都围绕这个要点。找关键核心矛盾来解决问题，哎，所以我们做股票呢，大家不要去老是抓那小阴小阳，抓那些次要的矛盾，那就不好做了，好不好？哎，大阴大阳，高亮顶底，背亮王牌，这是我们现在小结一下，大家强化一下。好，这里面大家注意，我们还记得我们这个案例吗？哎，这是我的失败案例，哎，我的失败案例。就是国电男子，国电男子当时在这一天阴的时候，哎，我在晚上和大家进行分析的，
分析这只股票应该要上涨，好，真给面子，主力给面子。第二天真的是突破鬼门关上涨了，阿迪是倍量阳上涨了，是不是？结果上涨之后，可是呢，好景不长，哎，这个上涨没有如我们的预期继续上涨，而是出现了一个阴，是不是下跌？好，阴之后第二天出现跳空阴，然后呢又出现双阴路，看到没？一个是跳空阴，一个是双阴路，是不是九阴真经啊？哎，我在这可着急了，我说国电蓝字量学图该涨还是该跌，对吧？我们研究是该涨，对不对？该涨。结果第二天呢，我在这里九点多钟就提醒了，国电蓝字属于该涨不涨的洗盘行为，但注意止损位，注意止损位，建议设置在倍量阳的实底，是不是？我们倍量王牌设攻坊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我们有的队友反应快的在这一天，这一天进，这一天出掉了，那么但是有的队友就是没肯动，就肯知道说听龙头面上分析这只股票比较牛，然后就是不肯动。好，跳空阴也不动，双阴路也不动，大家以后看到要不要注意？好，那也没关系，看一看，因为这两天都是什么苏三一，苏三一下跌，是不是假跌呀？哎，是假跌，这就是受当时的大盘大跌，是疫情来了，大盘大跌的影响，所以这只股票苏三一，苏三一就是相当于苏二一下跌，所以是假跌是没问题。但是我们要不要把风险调洗盘的风险给回避掉啊？我们要把洗盘的风险你给它回避掉，对不对？按照标准来，所以我就说得很清楚了。那如果九阴真经懂了，一个是跳空阴，一个是双阴路，对吧？那么我们大家就要注意了，在最后的底线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这个倍量阳的实底呀，不能给它破呀。所以这一天破了阳实底，这一天再破，要不要先出来呀？哎，结果我就不知道，我们的有一个队友，我知道的有一个队友就是不肯出来，就是不按照量学标准去执行，然后给他跌跌了，然后天天问我，我说量学标准你不清楚不执行，你问我有啥用啊？让你出来你不出来，一点点亏损都受不了，怎么行啊？大家说我们在股市里面做股票能不能做到说买一只股票买了必涨，一点都不亏，能不能做得到？龙头密探毫不叫什么，毫不这个掩饰，我做不到，我有的时候买股票还是要亏，哎，我做不到买了股票，买了每只股票买了就涨，买了就赚啊，我目前还没这个水平啊，我说实话，对不对？所以小亏是怕不怕呀？我们来到这个股市，我们就要大赚小亏，对不对？我们就要大赚小亏就行，把风险控制的尽可能的小，把利润放大尽可能的大，大赚小亏就 OK 了，整体性就赚钱就很不错了，不可能做到100%的就赚钱，每一只都上涨。所以这只股票我们操作的好的是赚钱了，那么你操作的不好的嘛，小亏一点出来，先出来，先出来，我们再冷静的一分析，哇，这么好啊，缩量三一二一，哎，因为我们把风险控制住以后啊，心态是不一样的，此只股票给它跌的和空仓出来的，大家心态也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执行九阴真经的标准出来了，这个最后的底线就是倍量底，我们这步下跌大跌躲过了，心里开不开心啊？只要在这个高这个位置出来的，一旦躲过后面的下跌，心里开不开心啊？那心情绝对是开心的，哪怕亏一点也是开心的，大家说是不是？跟我是不是这种？哇，躲过了，我们执行量学标准，躲过了后面的大跌，这是多舒服、多开心的事情。那么这样一开心以后，那跌到底了以后，我们的心情就怎么样？
跌到底呢，咱们那心情就能够扭转过来哦，抄他底报仇，是不是躲过大跌享受上涨啊？我们再来报仇。当时我在这地方讲了多少话呀？就是要大家记住标准。你看到我啊，我这个每天都写的太细了，哎，要以空仓观望，对吧？要以空仓，一定要记住标准。啊！而且我还这里还说了，我说有队员擒拿了6002-68，一直持股不动，被套了。啊，我就一直在讲啊，一直在讲啊，他就不动。我说买了股票遇到压力不过，没有预期的强，要果断出手，不要抱着股票不动，除非你是价值投资，长期持股，那也应该讲不断做起来。大家看我当时说了多少话。就这只股票，给有的队员给急的，好，结果大家看我们这只股票是不是后面的表现？啊，这只股票当时为什么选它呢？为什么选它呢？大家看这个左侧下跌的好不好呀？哎，这地方是首跌是缩量的，连续缩量的，然后这地方缩三一，缩三一，缩三一，缩量，然后还有白日低量群，白日低量群，然后这地方大家看这个量价建构是不是主力在这悄悄的吸货了？是不是这个地方主力在悄悄吸货？前面白日低量群两组白日低量群，而且这个地方底部是不是抬高了？这是白日低量群，这是坑，这边是坑转奥了，是不是？我当时选它是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选的结果遇到了，那大家看当时的大盘干什么？应该就是疫情是吧？疫情的影响随后就是大跌，大盘是大跌，所以这只主力庄家他就是见风使舵的一个庄家，哎，他就是典型的一个见风使舵的一个庄家，狡猾狡猾的，他你跟着大盘一起去洗盘，好，结果后来大家看这只股票。哎，如果是我们执行九阴真经标准，按照标准，对吧？出来了，在这种地方出来了，在这个位置，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干抄底了？咱们就可以干抄底了。然后这只股票后来大家看，哎，大阴大阳出来了，大阴大阳出来了，国底奥底形成二奥，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量就 KAG 战法的精华出来了，这是一个中奥，这是两个中奥，然后这里面刹车换挡小级别的一个奥、二个奥、三个奥，一奥看二奥跟三奥要登峰，三奥要登峰，是不是翻倍呀、啊？是不是翻倍呀、啊？大家看，有的队员他要是我们节奏跟大家讲进退节奏，我们在这个位置出来了。我们在这个位置炒它的底，我们这个不就牛了吗？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位置没出来的，能不能报到这个位置啊？就很难报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没有出来，一跌了，心灰意冷啊，过年也过不好了，心里那个怨呐，哎呀，都怪龙头米炭选这个什么烂票啊，是不是啊？哎，年也过不好，心里在怪农村煤炭，你选了这个烂票，是不是？结果呢，是不是烂票啊？结果，哎，这叫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后市告诉我们，这个是烂票还是好票？这是烂票还是好票？一只大牛票啊！哎，如期的一只大牛股。对不对？是吧？所以说，这个很精彩啊！这个日久见牛性，哎，这是国电难资我们的一个失败的案例哈。这个后面我们都有跟踪研究的，大家看到没有？哎，这个国电难资后来我就跟踪啊，这地方都你看小异动是吧？二奥里面小异二阳开始异动，这地方提醒对吧？提醒一路上涨大牛股是吧？好，这是。我们今天主要学的一个就是九阴真经一注一线十八法，以及我们这个对它的小结。我们做股票一定要动态平衡原理，要抓关键，动态平衡六经诀，大家要注意抓关键。
好，这个抓关键这个问题呢，是我最新的感悟题，动态平衡这个啊，我接下来再跟大家结合案例再详细的就讲啊，我们尽量去帮助大家能更好的理解动态平衡原理。我们的进退标准是不是动态平衡啊？进退标准就是动态平衡原理啊的这个综合的运用啊。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几个。作为今天开班典礼上，我们看几个最新的龙头案例，以及该如何去应对。大家现在看到没有？一定要紧跟强者，一定要紧跟强者。我们加创视讯，加创视讯，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涨停啊，涨停啊，3连板。是不是当前的龙头品种啊？龙头品种，左侧的封顶虚顶，哎，我们就把九阴，今天九阴真经用上，不现九阴干什么？不出现九阴真经，这些票逢低还有机会。当然，这个已经3连板了，要当心一点。所谓九阴真经是什么？一个是左侧的封顶线，哎，如果封顶线就过不去，哎，那么它调整。我们不过分顶线先出，但是下方呢，它阳关道不破怎么样？不破阳关道可还要有机会，对不对？而且我们这是不是高量柱啊？是高量柱。如果短期这只股票不涨的话，那么不过分顶线，不过高量顶，那么如果在这地方最终的高这个分啊，这里还分顶线。封顶线不破，哪一个在家过分保顶？大家说，如果他在这玩过分保，有一种情况是短线继续涨，但是短线如果继续涨的话，就来再来一个涨停板，是不是差不多？再来一个涨停板，有可能差不多。哎，我们以九阴真经，不现九阴不立场，或者说九阴真经不立手，我们这样讲好不好？哎，就是九阴真经不立手。不见龙头不动心，不达标准不开枪，这个九阴真经不离手。哎，大家要时刻把九阴真经记牢。那么记牢了就要去怎么样啊？哎，记牢了我们就出现九阴真经我们就出手，不现九阴真经我们就不出手。大家说好不好？哎，今天学了九阴真经。第二种情况，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不过这个封顶，然后再过分保顶出现。在这个地方蓄势，一旦蓄势不一定是啊哦，大家记住啊，这种牛票它这个地方只要高量不破，出现一个哦，这上升途中的是不是坑啊？上升途中的不是坑，是哦，有可能小级别的坑，我们具体都要边走边看。那么再启动，大家要不要跟啊？要不要跟啊？大家不跟，不跟是好同志。对不对？因为我说的你们不跟，那是好同志啊。如果说这票是我研究的，大家不跟，那是非常好。但是大家自己研究可不可以跟？哎，你们自己看得懂的，自己研究的，你们就可以跟啊。如果说是我说的，你们就不要跟啊。龙头面上不见票，没有见股，对吧？再三强调，涉及案例不为见股，如有实盘盈亏自负啊。涉及案例不为见股，如有实盘盈亏自负。给大家再强调一遍，涉及案例不为进股，如有失败盈亏自负，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按照这种进退标准，如果这就是强者，就要研究这些强者，没有机会我们就另外找呗，对，没有机会我们就另外找，这是一个创业那个票。那么大家看接下来创业黑马，哎，但是就是我就着急啊，我这些票那么分析的话，我们队员看不懂啊，对不对？我以后大家注意我的提醒啊，我这是二奥呀，我这是二奥呀，二奥，我让你们新老队员都研究什么？新队员也好，老队员好，老队员你可以留一些，新队员你二奥还不敢不研究吗？对不对呀？你这些二奥这个就突破鬼门关，这个突破封顶线，看到没有啊？这种强势的小背阳啊，涨停。二奥的小背阳涨停，这种票还不牛吗？还不那个吗？是不是？我天天提醒，天天提醒大家，
这一天8点02分31秒，在这个提醒大家，这一天是多少呀？这一天是6点59分31秒提醒大家，对不对？大家看我的加长试用，我就提醒的时间点，都是标准的马前跑，啊，这除了这一天是盘中，这一天盘中一看，第二天我的8点02分31秒是马前跑，这一天是6点59分31秒，是不是马前跑？全是马前炮给你们的，是不是？然后呢，再看创业黑马呢？哎，大家注意我的用词，创业黑马也是强者，这话什么呀？也是强者，我们是紧跟强者吗？是不是紧跟强者啊？这只股票在这儿我就跟踪的，来，大家看，这只股票也是6点52分50秒，在这一波6点52分50秒。啊，我早上是睡不着觉，起来给大家讲，那是不是这一波比较牛？牛到这个地方，我们该出货的时候，九阴真经出来该出来，是不是九阴真经该出来就出来啊？哎，这边已经高量了，高量顶底跌破出来，然后在这一波反弹为提醒的，到这个地方高量过不过高量顶先出来，对吧？出来再下来，我们这地方是不是又是可以跟呢？又研究不要追，节奏差准了，啊，到这地方我是不是？提醒大家还研究三段以上的学高手研究，哎呀，这个我以后不这样写了哈，不这样写了，就是按照标准研究，这个位置新老对应都可以研究的。然后我在这地方提醒大家研究假阴真阳，我给大家讲的话都是用量学的战法的知识，都给大家用标准和知识给大家讲。然后这一天，哎，我说尾盘可以买阴的。主动研究假阴真阳了，然后这一天大家看这一天干什么？我们这一天又是站稳阳关道，又是突破高量顶，是不是突破高量顶？又是突破打阴顶，对不对？又是突破打阴顶，你这只股票还不可以那个吗？强，是不是强？好了，现在来了，这是不是高量柱？现在最后这个高量柱。所以，用九阴真经和一柱一线十八法里面的高量战法去应对，只要在阳关道之上，看他后面怎么表演，啊，盯住这个高量作为标杆，看他怎么表演。哎，踩腰的是金装，踩脚的是脚装，只要高量不破，后市必火，还要涨。那么踩腰的是不是更加坚金装？踩顶呢，那短线就牛，对不对？踩顶短线就牛。那就是按照标准去跟踪嘛，跟强者，还是跟强者，它是北交所的概念，创业黑马要跟要研究，好吧？好，然后天泽信息要不要研究？天泽信息这个早盘一看到就要给我进啊，是不是一看到就给我进啊？这种底部起来的，是不是底部起来这一波我们不跟都可以的，但是这个要不要跟？这是底部已经是上。这个底在这儿，这个底在凹在这儿，这个谷底在抬高，这个凹漂不漂亮？这个是什么凹呀？这个是底部在腰的凹，这是强庄股，是不是强庄股啊？什么三凹？这是啊，这是二大凹，二中凹，对吧？这个要看问题，要抓关键。学会这样看，这是这样的一只股票，明白吗？啊，是这样的一只股票，啊，也就这个地方做一个凹，这个地方这是坑转凹在这儿，因为它这个底真底有没有抬高啊？它这地方真底是降低的，所以是坑。哎，但是这一波明显主力拿筹码下来再启动啊，大家看到没有？我们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不是极阴次阳？这是不是守住阳关道？哎，突破鬼门关，守住阳关道，二阳涨停板，小背阳涨停，对不对？哎，小背阳，这个高量柱在哪？这高量柱在这，它已经突破高量顶了，已经突破这个白日高量顶了。所以这只股票，一个我们只要逢低，对不对？只要逢低，应不应该研究啊？哎，按照，哎，这个分顶线，不过，这个地方是分顶线，这个大阴顶结合起来。我们综合的按照一柱一线十八法，不限九阴不离场，啊，不限九阴不离场，这只股票按照标准去跟踪研究，啊，那么再有一只股票创意信息，创意信息这只股票大家看强不强？
这个也很强的，啊，倍量，然后涨停金，对不对？这只股票我没发现，这只股票如果我发现的话，我在这两天就提醒大家了，看到没有？这只股票如果我发现到的话，我在这两天就提醒大家了，是不是小级别的一个坑、两个坑，挖了两个坑之后，左侧是不是就涨停板进行支撑？然后底部是一个王牌，王牌第四天是跳空阳，跳空阳还价升量缩，这股票是不是庄家已经洗盘到位、空盘到位了？啊，左擦平衡、自平衡，然后再跳空阳、再价升量缩，这一天又是价跌量缩，是不是长阴短柱？所以这股票没跟踪到，所以大家以后研究到我们现在专门成立了一个画线图的图，我们把一段群、二段群合并了，因为发现这个分开来好像。二段呢，那个量线的队友们研究的比较少，但是呢，量柱和量线应该合起来，就是根基群。所以我们现在把一段、二段群合并为根基群，量柱、量线至少放在一起去学习研究，啊，把这个根基打扎实了。啊，连黄金线都不懂的肯定要学。好，然后呢，总的放在集训群，然后分了一个小群就做画千图的群。哎，我们有时间的、有条件，大家一定要学会画图。啊，以后画的我专门到我们的画签图里面看我们队员票有没有画出好票，好票我帮你找出来，我帮你找出来以后放到我们的种群里面给大家参考，好不好？大家说这样好不好？哎，也就是说这只股票如果前面有谁画我看到了，我马上就可以把它找出来给大家。OK，好不好？哎，有画签图的群啊，古画签图淘金。创意信息要跟，好吧？还关注这个分顶，然后阳关道这边小分顶，按照我们近期学的知识去研究。OK，那么这个今天就是我们主要教你的内容，最后我们就一起看一下，我们量学学习，量学悟道有五个境界，这是我们老师给我们说的，一是领悟，入门属于新手。二是见悟，就是入场，属于好手；三是参悟，就是入社，属于能手；四是顿悟，就是入道，属于高手。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我现在还在悟道啊，我还在认真的学习，还在悟道。我把我悟到的，马上就跟大家交流。这个动态平衡，这个我就是最新的悟道。哎呀，头脑中这受我们那个医学里面的阴阳原理、阴阳平衡原理的动态平衡，哎，医学当中那个这个阴阳、这个寒热什么样，这个在一定范围内它是合理的，它是平衡的，打破什么隔绝，它就是不健康，人要生病的。哦，受这个启发，我一向我们的小阴小阳就是一个小的平衡嘛。不是小的平衡吗？那么大阴大阳，它才是变态变，它才是什么失衡？大阴大阳，那么大阳的话，它就要大涨，对不对？大阴干什么？叫生病了，叫大跌。哎，我是受这个一结合，我也在悟道，所以我能把这个动态平衡给大家讲得更清楚了啊，更清楚，帮助大家在更加就是操盘有这个有把握。来提高大家操盘的把握，好吧？哎，第五是觉悟，那就是出神入化了，属于圣手啊。我们老师是圣手，是吧？所以我们要追赶啊。所以大家学习一定要有个过程，不要着急啊。这是一个。最后，哎，我现在我自己一个不断的勉励我的话，我通过量学的十几年的学习，我就深深的感悟，怎么样？在股市里面，知识是最大的财富，无知是最大的风险。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知识是最大的财富，无知是最大的风险，用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我们人之所以会生病，我们生病的原因好多都是对我们对健康知识的不了解、无知。如果我们知道健康知识，我们就会向健康的方向去努力。由于我们不知道健康知识，所以导致我们的一些饮食起居上面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就会导致我们干什么？生病。生病是不是也是一种风险呢？生病也是风险呢，对不对？谁想生病？我们都想健健康康的，健康这个快乐
有财富，健康就是财富，健康快乐都是财富。所以关键是我们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什么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的生活的知识，哎，是无穷无尽啊。我们掌握的知识越多，我们就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大的财富。我们掌握的知识越少，我们就会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哎，我们人生的犯的错误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无知的。如果我们知呢，真正的知呢，知道呢哪些错误不该犯，我们还会去犯错误吗？我们就不会去犯错误，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话和大家共勉，知识是最大的财富，无知是最大的风险。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断的补充我们的知识，活到老学到老。 OK， 今天我们的开班典礼就讲到这里，好吧，辛苦大家了，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一直陪伴和支持，感谢大家对龙队的支持信任，好吧，一直跟着我学习，好，谢谢大家。